如来的法进修，转告诉我，渐印入实性法啦，为傲消堕，行流体不离狂，世尊啊，显示四处会念体狂啊，今日智慧。自古以来，佛陀第一念心，那就是要爱咱人人会当体会真如本性，就是咱一个离这真如本性也是真远啊，其实啊，真如本性。是在我们的内心啊，在我们的心念中，只要我们心念一转，无明起迪，情形现前。但是我们也没到这个功夫啦，这个功夫好亲像离咱真远啊，所以佛陀有时阵也会用激发的方式，希望鞭策咱会当引起那精进修行，爱转教师我，唔通定定听提的小乘法啦。小乘独善其身，这个心念呢，是时阵啊，要赶紧啊转过来，那走入灵魂呐，为灵魂付出，佛陀嘛是安尼用心，看看甲咱渐印入这个。实性法，再一步一步把咱引导啊，引导咱爱入这个实性的教法。唯有呢，是咱众生啊，执迷不悟，伊还是呢欢喜伫迄个小性法。还是欢喜在家己呢，独善其身，行流体，不离狂。同款，也搁再是，久久也搁停留啊，停留在迄个所在，不愿向前前进。所以世尊啊。显示，这要安怎样？把真实法呢，安尼摆出来，让大家人会当了解啊。这是真实法啦。是四祖、四菩提，也有伽前言，也有大伽耶。一个木建连啊，这四位呢，已经将佛陀向舍利弗授记，迄当中，因都已经呢，深深体悟到啦，所以一点信改变信。因已经隆重彻底相信啦，因所表达的呢，跟随佛陀已经呢，这么久啦，一直拢是停体，在迄个阿含峰顶来到佛界，
因，安尼遮侪年间哦，到发花会的时，因深深来体会救法啦，无不多是为拯救众生的大愿来修行，唔只是一生一世。是爱用长久的时间去累积，去造福人群，累积福缘呐，福慧双修，福地。人人呢，都本来具有一种一切地、多种地啊，福。地顶顶啦，咱家己了解的道理到底有偌多呢？道理本来无体无形无相，体相就是爱入人群啊，人群中去好修行啊，造福人群，体会人群中一切苦。最后还是呢，到最正面苦体苦的真理，你若拢总无了解啦，怎样会当体会到呢？心灵开阔的大乐呢，这种平安自在。这要安怎会当体会？所以四柱啊，慧念提款，那现在已经呢，忏悔啦，忏悔过去都是安尼停提，停提掉，家己先记心呐。但是今日呢，今日智慧啦，即嘛已经知啦，也嘛会当了解啦。迄位长者伫咧引导迄位贫穷主，伊都爱脱落庄严的服装，换上了粗布。该用真侪垃圾的物件放伫身躯里，表示是做工去接近呢，去甲伊照顾啊，去甲伊照顾，慢慢呢引导了，有讲话的机会，慢慢呢从讲话的机会呢就担心。将担心的内底呢，好慢慢的表露出了家己拥有了无限量的财富，这种身份开始慢慢呐显现了庄严的形象，那拥有呢扩张进步。顶顶啦，已经看入来啊！世间的老爸是安尼，那当然出世诸佛是天下四圣五道，无不都是呢，用在伊的心中，无不都是伊的囝。这种的心情啊，在处，在处，无量处啊，上求下化，就是无该放弃，就亲像讲幼细的囡仔，懵懵懂懂，行路也未知，颠簸，安尼向前直直行，啊，老爸老母，啊，就伫后面直直绕啊。惊讲哦，囡仔会跌倒去；惊讲囡仔呢啊，会
危险，所以咱人人在佛的心目中也是同款的，也未真成熟的弟子，这呢就是佛对待众生，一定用种种方法来激发咱的信心哦，心就爱殷勤精进啊，心呢爱弃掉烦恼，将烦恼的念转为清净念。佛陀安尼甲咱教育啊，互咱开悟，这安尼一处一处来甲咱引导。所以前面的这段文讲，逆时强子接受教帖，吼，令弟兄们已经知啊，领悟了有这么正多的物件，经文、典故啊，自库藏内底足多的物件呢。那但是呢？而无虚此一餐之意，吼，无想要贪着去家己摕来啦。所以言其所指啊，故在本处。伊所读啊，阁是伫停体，伫这个圈，还是呢，也未开播出去。虽然心门打开啦，但是呢，也未开步出去吼，也未想要走入灵魂呐。所以，譬如做下落之师嘛，亦未灵下，也未完全下去了助力恶善之心。这个心念呢，也未完全下去。接下来一段文吼，佛经消息，佛弟子以简易同台，成就大志，自辟身心。开始看到惊。已经心门打开了，那么也了解了有这么正丰富的宝物啊，已经心门打开了，所以叫做福庆消息。啊，这段时间是什么时间啊？就是我这以后，咱从阿含峰顶。已经来到不济这个中间啦，这以后是虾米呢？那就是开始佛陀啊，被空中示现妙有，这个时阵，这个妙有呢，那正是说无量义经的时阵呐，这个。消息吼，福庆消息，这个时呢，就是开始啦。讲无量义经，真多真多，而这个法啦，伫这个所在开始呢，慢慢要互咱了解了吼。那这就是的无量义经这个时阵。那开始教说立灵根行菩萨道，哎呦，不清之事咯。哪怕家己身躯有病啦，也譬如呢，亲像迄个尊师共款，
家己身躯有病啊，同款呢，也阁是要度人过彼岸去，表示讲我嘛是凡夫，还是同款，安尼伫咧付出。消息，消息就是披露啊，了解子的志向吼。人讲吼，知子莫若父啦，上会了解子的，就是老爸嘛。知众生呢，莫若佛吼，佛陀呢了解众生的根基，了解众生的需求。哪怕是他转入来要讲《法华经》的事，进前呢，伊讲《无量义经》，也嘛是呢，拾功德品吼。那么安尼做到安尼功德，还是同款呐，众生啊，这种求的心也阁有，用安尼渐渐来呀，这慢慢呢。讲大法，从小转入大吼，来讲大法，来因缘呢，一渐成熟，嘛都爱等待因缘成熟，接下来再讲，付之注意啊，渐已通达，已经知影惊，这个心呢。慢慢已经通了，法从渐教一直呢，一直到顿教、日圆教来了吼。啊，在这个中间，譬如小圣人呐，独善其身之意吼，那渐通入于大乘，渐渐嘛。教育渐渐入大乘法来，但是心已通达向大吼。听经啊，就是安尼慢慢啦，从小向大安尼入来啦。所以现在文本从一法听经知识啊，开始从一法生无量法。佛陀本来呢，就是要甲大家人讲，人人本具佛性，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。不是可能绝对的成佛，这么简单啊，一个法，但是呢，就是根基顿乱啦，所以不得不呢，爱讲真多法吼，所以本来将一法二生无量法吼，啊，无量义经啊，真多真多法。譬如来做开头，那必须无量诸法，那唔只是一个法伫咧讲道，爱搁再想真侪种的法，这九部法啦，十二部经啊，同款说法都爱用这侪种的方式啊，安尼呢来说。
啊，每说一个法啦，也都爱，搁再用真多的思维思考呢，来适应众生的根基。所以，利用凡入一法，就把这多的法放出去了后，啊，就搁把这的法搁修倒回来呢，要让大家人知影。无遮复杂啦，其实呢，你用种方法断除了烦恼呢，目的就是回归真如本性。就如此事，这个时阵，这个时阵所得的思维呢，嘛渐渐通达吼，才会地主啊，开始慢慢想通啊啦。听话，四十多年过去啊，慢慢的也想通啊啦，这个字。志愿也慢慢变大起来吼，因为呢，修行这么久，迄个目标呢，现在就是爱走入灵魂呐，才会当真真正正福慧两足吼，这了解啦。那么，故得大乘依法，这个大乘的根基呀。开始开发起来了，吼！乃至金经法眼三乘，一直到法华经来啊，舍利分的向佛陀三乘啊，因为佛陀不断赞叹佛的迄个境界啦。家己的境界，甲佛的境界，还阁差遮多咧啊！到底呢，系内容，希望佛陀呢，会当讲舍利弗、三乘、佛陀三智，最后开讲啦。这呢，金经就是《法华经》啦，三乘吼，这呢就是。要来领解吼，求法的心，就亲像呢，譬如品啊，花体同款啊，中者是三机呀，啊，甲因又引出来，则个为因讲啊，这车看，这一台大白牛车，看卖内底的宝藏有遮多。这么庄严，好算哦，真丰富啊！成就大事，用安尼来鼓励大家人。这个选择大白牛机吼，但是呢，自闭身心，虽然已经开始真羡慕这台车，但是呢，还阁有丢毒啦。过去迄、那个傲消法独善其身，迄、那个心呢也未完全下吼，这就是气象生活。保守有安尼的气象，确实呢，家己过去所住着这个消性，过去是安尼啦，也未完全弃下，还搁底下伫咧苦路丢毒啊，有想要下。
这呢，正是要显出了迄个火体外呢。那么，这三机，这囝想要爱看到火体外，迄个三机阻止已经呢渐渐大了吼。啊，但是呢，还是定怎样？这夫的法要传予囝来继承家业，那但是呢，迄、那个心嘛、啊，想要接啦，不过这个心呢，也阁是伫迄个所在丢毒着，啊，这个家业遮重，我敢有法度担？我敢担得起呢？还是呢？也阁伫迄个所在丢毒啦，所以心有味，泰然贪痛，这都是佛陀啊！一大事因缘在人间呢，那为着呢要开示悟入佛的地界呐，所以呢历经了四十多年的时间呐，才开始讲《法华经》啊。这个过程中也有灵验。了解呢，佛心的定力啦，有定慧上主用定心甲智慧呢，来帮助咱的慈悲，要安怎样入灵群去吼？所以呢，就法明实相，空中妙有啦，迄、那个真如的实相呢，要安怎表达出来？就是爱走入人群呐。洞铁发性真如吼，已经真清楚，看个足清楚的，开始悟力佛的地界，发这智慧啦，予咱明白一切皆空啦。即嘛呢，回归啦，就是妙有，人人各人都具有的本性，啊，妙有的作用呢，就是佛性。入灵群中，福慧双修，所以各位菩萨学佛啊，实在呢，就是要引导咱入菩萨道，要好好多用心啊。